有鉴于早前我哋介绍葵涌广场嘅 Green Times 嘅影片好受欢迎，多谢大家都支持环保，支持惜食。我哋今日经过将军澳广场，发现咧原来呢度开咗一间新嘅 Green Times， 仲要佢嘅设计装修都劲 cyber， 好有时代感。走廊通道咧亦都好宽阔，好多类型嘅产品。呢度仲写咗一句 slogan。Best before, good after。 以我估计它的意思是 Best before 即是最佳食用限期， good after 之后都还很好吃的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地球制造太多过期食物的垃圾，又可以悭回自己的荷包，用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去购买这些产品。如果大家是识找的，你仍然可以找到还有几年都未到期的，价格还要减到三分之一，记得看埋落去，你就会找到答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、抵食、抵买的东西，可以订阅我们，按埋隔离的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们最新的情报啦。还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。多谢。这个场的灯光很舒服，通道又够阔，真的可以在这里行很久寻下宝。事不宜迟啦，即刻开始我哋今日嘅十大必买推介。第十位，劲多超平嘅零食，好似呢个辣酱鱿鱼丝四蚊，蔓越莓白朱古力曲奇，榛子朱古力曲奇四蚊。小蟹干花生小食七蚊。咖喱牛肉味海苔卷八蚊，呢度咧有好几个货架都摆满咗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国家嘅零食，都系减到几蚊出售。爱吃嘅你买翻屋企或者公司，应该都可以喺到期日之前清晒佢。第九位 ，Revlon 嘅极润修护精华发膜，250ml，原价120蚊，而家特价39蚊，下年2022年4月先到期。减咗三分之一价钱，如果咁啱你啲头发仲干旱过撒哈拉沙漠，有需要做头发修护又唔舍得用正价买嘅，飞云机会嚟啦！第八位，英国真空烤焗脆西兰花同埋蜜桃干脆片，原价30蚊，特价13蚊。呢、这个品牌声称真空烤西兰花保留完整嘅营养。无防腐剂、无人造香料色素，仲讲到可以配搭埋意粉一齐食，咁又真系未试过，感觉几新鲜，可以一试。第七位，西班牙椰子果仁干果混合，原价40，特价23蚊。呢啲干果混合物系配合西餐食用，见到佢个官网介绍可以配搭意粉、肉类、扒类、烤鸡、麦皮、甜品等等。不是香港一般家庭会用到的食材，如果你喜欢吃西餐的都可以买来试下。第六位，迪露西有味洗手液，原价20，特价13蚊。的而且确正价真的卖紧20几蚊，如果你经过这两年来的洗礼，身心都变成无毒不消，这个几乎便宜到半价的洗手液可以帮你悭回不少。第五位，荷兰天怡生果干，原价19蚊，特价8蚊，分别有梨、桃、士多啤梨、芒果、热情果等等。这个品牌声称 98% 以上用真正的水果制造，无肤质、非基因改造，不含人造色素，不含防腐剂，所以非常适合全素食主义者。第四位，万字特选软大豆酱油100ml，原价18蚊，而家特价5蚊。软大豆是日文完整大豆的意思，即是话用完整非基因改造的大豆酿制豉油，而家平差不多1/4，快啲买定啲寿司翻去等开餐啦。第三位，小林制药小童发烧退热贴16张，原价58蚊。而家特价19蚊，平均即系1个几一张。我谂呢个大人小朋友都啱用。
唔好谂住呢一个净系发烧先可以用。其实而家夏天最啱中意户外活动嘅你，带埋佢出街消暑。咁当然唔系贴喺个额头度啦。原来医师解释贴喺肚脐先至系最散热嘅。其次系颈部、腋下、大腿内侧、手脚关节位都可以即时快速降温。系咪即刻想买嚟实测一下呢？大家试完可以喺以下留言睇下系咪真系咁有效呢？第二位，紧致柔滑黑面膜四块，原价68，特价19元。系咪男士见到呢个价格都心动，想试下呢？平时几十蚊一盒唔舍得买，而家平咁多，唔使5元一块。呢一款面膜含紧致成分嘅美容精华液，收缩小毛孔，同时补水，保持肌肤柔滑，含天然温泉矿物质，令到你嘅肌肤更紧致、更柔滑。第一位，澳洲 Bumbaboo 无酒精消毒搓手液，原价75元，而家特价25元，到期日系2025年2月28日，咁咪即系仲有4年先到期。听到无酒精消毒，即时双眼发光，因为已经消咗2年嘅毒，指纹而家应该消到，就算通咗关都应该出唔到境，系时候要转用无酒精消毒。澳洲原装入口，用咗之后1分钟杀死 99.99% 嘅细菌，不含酒精之余仲加入咗草本修护成分，杀菌同时护肤，全天然植物配方，而家仲平1/3，即刻要入货啦！好似去咗另一个平行时空咁，呢啲定价并唔属于呢个年代。我哋今集嘅介绍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睇得开心，买得开心，用得放心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，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、抵食、抵买嘅嘢，可以订阅我哋，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，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啦。仲有记得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资讯俾你嘅亲朋好友啊！多谢。